段关于世界车神丹尼·麦卡斯基尔的星座视频在微博上被疯狂转发。似乎在每一个男孩的心中都会有一个车神梦。来深圳打工的小罗，平日里就喜欢琢磨那些看起来似乎很炫的高难度动作，丹尼就是他最崇拜的偶像。小罗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像丹尼那样驾驭自行车。其实我很小就开始骑单车了，几乎从小到大，八九岁到现在，我骑单车都没有断过，因为家里是很支持我骑单车的。后来就自己出来打工，以至于到现在这个行业还是以单车为行业，都是为了单车，因为我确实很喜欢，我也很想去把我的单车一步一步的向汽车给它升级啊，这样骑着一直骑下去。不过比起练就一身的好功夫，小罗更希望能回重庆老家开一间自行车行，把广东沿海城市提倡的自行车出行的低碳文化带到内地去。回老家吧，自己还是以单车的行业为主，因为我在这边也学习了不少，也看到这个单车的发展。因为深圳这边绿道啊，或者是骑单车的环境啊，都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。我会坚持我的单车梦想，不断的挑战自己，因为这个坡上去了，下面也许就是下坡了。13岁的小夏说，是自行车给了他享受自由、亲近自然的机会，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活力，人也变得自信了许多。你骑着车的时候，你跟外面的世界是没有一层那个钢铁或者玻璃去隔开的，你跟自然是没有距离的。单车会让我觉得跟别人不一样。两个不同的年轻人因自行车而结缘，他们希望能有一天全世界的绿道都能连接上，他们就骑着自行车。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。